记录健康，为身体把关。欢迎收看健康日记，我是张家芳。很多人都有谈恋爱的经验，但是分手也是一门学问，小心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社会案件。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恋爱学分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新店更新医院精神科主任及医师杨聪才杨医师。家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药组记者林思雨。家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讲到谈恋爱，我相信现场在座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谈恋爱的经验。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呢，现在要考考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谈恋爱呢，它跟大脑当中有一些分泌物质是有关系的哦。那请问一下，就是说脑中分泌什么物质会让人一直渴望的不断想要追求这种谈恋爱的感觉？第一个是血清素，第二个是催产素，第三个是性荷尔蒙。我们先来问问那个 Rivia， 你觉得？我觉得是催产素，因为女生会想要生小孩嘛，那就会不断的去追求这个恋爱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是这个生物的本能这样子哦。对，为了要延续。那虫虫呢？我觉得是性荷尔蒙吧。性荷尔蒙，因为性跟荷尔蒙感觉就是跟感情有关的东西。就是例如说感情到好的一个程度，应该也要有一些行动这样子。对，应该是。是，布丁你觉得呢？我也觉得是性荷尔蒙，因为我觉得在青春期就是发育的时候，性荷尔蒙应该会分泌旺盛，然后对男生跟女生有兴趣，就会比较好奇这样子。对对，比较好奇。是，那考考那个医药记者思雨，你觉得呢？我觉得。对呀、啊，也是性荷尔蒙，也是性荷尔蒙。好，那我们请那个杨医师来给我们正确解答，到底是哪一个答案？好，我们给刚刚讲三性荷尔蒙，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太厉害了，是。其实我简单的要说明一下啦，是，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概分男生跟女生嘛，所以会身上会产生雄性荷尔蒙。跟雌性荷尔蒙，嗯哼，那再从脑科学的演进来讲，我们会看得到，我们其实人是一种生物，生物活在地球上面，它最主要的目的生存、生殖，也就是要繁衍下一代、嗯。那这中间的过程确实就需要有所谓的那种过程嘛，嗯哼，哦，那一般我们常标榜我们是人为万物之灵，嗯、哦，那所以呢，在198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叫 Sternberg， 他呢就提出来有一个叫 PIC 理论、嗯、那换我们现在用我们现代脑科学来讲，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CG 板上面提到的是就是说会有三期、嗯、第一期呢就是我刚讲 PIC 的 P passion 热情，所以我们中文把它分成天雷勾动地火、哦、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需要在男女之间的不同的荷尔蒙他相在互相猜疑啦，然后开始挑逗啊，引起双方的兴趣。嗯、当然，大家也听过有点费了那种费洛蒙效应的，对，也添加在这里面。嗯、那这个是特征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常见就是像可能你比如说 pub 啦，哦，或是夜店啦，一夜情这一种，或是突然看对眼了。对，这其实，在很多的生物，这倒不是只有人，心心肺肺也会看对眼，也一样，就是那个天生的，就是哎，这个对，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类型，这样子。我们说看上眼，对上眼了，那这个特性真的不是只有人才有、嗯。一般像灵长类以上，你为了要生存，它需要这样，所以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再长呢，就像那吸基板上面，最多也不超过一个月。但是我们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就要继续往下走了哈。是，所以我们就会有第二期。进入了第二期，所谓第二期，这边背板上看到是亲密时期。对，你看那个英文叫 intimacy， 顺便是英文时间哈、嗯，是一种亲密的。哦，然后这种呢，我们中文翻成亲密时期，这就是我们俗称你常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早期琼瑶啦，然后等等、哦，你写那个言情小说，说你那在那边上课的时候，然后眼睛傻笑，为什么？那嘴巴傻笑，因为你脑袋在想说，下现在在干嘛？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笑容好可爱哦，就是你脑袋满脑子就是在想对方那种现象啊，其实那种会一种好像吃了蜜糖、吃了巧克力的感觉，嗯、所以这时候他的脑内分泌是主要靠多巴胺。英文叫 DOPAMINE， 这我们常常讲说，它呢就是让我们会有的人需要借由什么用毒品兴奋的啦，或是你要用其他的一些运动来增加，它要让你很愉悦，
那你那个愉悦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哇，你每一个人看起来怎么那么有活力啊，很快乐。所以人家说谈恋爱的女生最美丽，就是在这个时期了。对，那它也有保固期的。保固期，保固期这边写是一年呢，加倍哦。所以这昨天我们常常说，它这个一年是最新鲜的哈、哦。那你之后你若接着就要。有的人就是，尤其现代，我们常常说很多速食式的爱情，它顶多就是掉在那一起，再不然就是到这一起。嗯、那很多人就什么叫做什么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离。嗯哼，那这一些东西其实会牵扯到我们现代人，如果回顾去看我们的古人，他们为什么能么那么多的什么金婚、银婚、嗯，要长长久久，那就要进到第三期。第三期，对，第三期呢，嗯、我们叫做承诺期，英文叫 commitment、嗯。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愿意说啊，这个是我的所谓的终身的伴侣，嗯、我愿意跟他厮守走一辈子。嗯哼，那这个东西就牵扯到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我们 Rivia 嘛哈，你在提到。这个其实好像大家一看到那叫催产素，在讲说啊，这杂物该无为不对。这个催产素其实男女生都有。哦。然后它呢，在我们脑科学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它叫社交荷尔蒙。嗯哼。它的社交荷尔蒙目的就是会希望说，你愿不愿意跟这一位你旁边的这位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嗯。哎，那像 Lavina， 你谈过几次恋爱？有经过这一种天雷勾动地火的这个精心阶段吗？有，我谈过四段，然后四段对，然后天雷勾动地火，大概都只有三个月而已。三个月、嗯、哦，所以比刚刚杨医师讲的还长了两个月，还不错。所以每一段你大概归结起来就差不多三个月，就是那时候很甜蜜这样子，对对对，无时无刻一直想要跟对方在一起。嗯，没错。是，所以其实到了第二阶段是亲密期，不知道说布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看着书本，结果就居然一直在傻笑，就想起了对方。我觉得我亲密期大概维持就是快半年。快半年，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跟我之前男朋友是远距离，哦、oh ，他在台中，可是我在。北部这样子，你在北部，对，然后所以我就每个月都会下去找他，大概持续快半年这样子，快持续快半年啊。那平常都怎么联系？网络只能用电话啊。哦，可是只要一找到机会，就假日就冲下去。假日，那你会不会一接到电话就开始兴奋，或是一直看？哎、欸，那电话怎么都不来？会，我觉得持续蛮久的，持续蛮久的。哦，是，所以。到了这个谈恋爱到第三阶段，那彤彤你自己本身有经验吗？例如说你想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一辈子啦，或是有哎、欸，其实我初恋跟我的上一段感情都打算要结婚，真的？那后来后我们可以问吗？就是没有善终，没有善终哦。对哦，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我跟我的前女友交往快三年，嗯。对，然后就讨论到这方面的事情。是是，所以杨医师照他这样讲，他们其实也是经历到了第三阶段承诺的阶段了吼。我们现在很多嘴巴讲承诺，脑袋不一定承诺。我很务实的讲，我刚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观察现代的社会啊，很多东西几乎都是绕在一二段，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第三段它常常会经过。大家一定要先打破一个状况，就是从此绝对不会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因为它是会在起伏中、嗯、我一定会碰到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很多事情，不讲别的，很多的这种伴侣甚至要为了婚事就可以吵到两边就脆脆的、啊、是不 是哦，真的就是说你常常那个东西所谓的天长地久、嗯、它甚至都在婚后他还会起伏不定的，你搞不好还会碰到生命，我们叫做生命周期的每一段。你有没有小孩的？然后呢，你在小孩的过程中，你会碰到的七年之痒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会去在意到说，我真的需要有他？嗯哼，那个东西其实，所以人家很为什么说夫妻脸，夫妻脸这个东西都是有所谓的脑科学，就是那个社交荷尔蒙的作用。如果我会越来越觉得跟你在一起。不能没有你，但那种感觉是透过我们生活的日夜堆积累积，那社交荷尔蒙就持续的跟着你一直在堆叠上去。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会不会他有，我只要先看到他跟他隔壁那，就是说他的伴侣长得有没有夫妻一点，这才是重要的前提，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恋爱或者是不管是婚姻都需要经营。那想要问思雨说，你自己本身有这种
美好的或是很惨痛的经验吗？我还蛮幸运的，我的经验应该都算美好的这样子。美好的，只是说第一、第二，刚刚杨医师讲第一、第二、第三，其实每一段感情到就是不一样的阶段。可是我觉得第三阶段，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比喻，就是说像白开水一样，就是说你没有喝不行，可是你喝了又不会让你觉得像喝沙士这么开心。这个话就叫喝的无味弃之可惜哦。可是又不能没有它，就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但是它没有像那个例如可乐沙士带给你那一种整个气派的感受。对对对对。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更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回来。